与日阳科技的合作要从第一次参观他们厂区说起。日阳整洁的作业环境，整齐的工件摆放，浅色的车间地面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产品的重视与管理的规范。张经理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日阳科技公司研发部的小李。与日阳研发的沟通，使得我们的产品在后续加工和组装上有效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，让我感受到这家企业严谨的态度与专业的服务。因为我们的设备使用方出货计划有所改变，我们需要提早3周出货，给日阳带来极大的挑战。客户来电，需要我们提早20天赶出这批产品。什么？时间太赶了。如果我们赶不出来，客户将承受很大的损失。大家先停一下，本来我们月底要交货的那个案子，现在客户临时改变计划，他们要提前20天交货。小李，帮我查一下上海的库存。林经理你好，哎，我想问经理那边真空泵，我想问一下还剩多少？锈钢板材的库存还剩多少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大家看一下这里，这是客户最新发过来的电子档。然后经过我们最新的研发设计，我们将这个变形量降低为2.3，然后也达到了客户的要求。那我们听听台湾方这边的意见。啊，经过这样修改，个人认为本方案确实可行。因为时间太紧了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采购这批原料。在材料技术上，台湾总部会全力支援。喂，唐工，焊接工艺有一些问题，你过来看一下。啊。不错不错，谢谢谢谢，没想到出来的效果这么好。哎，唐工今天怎么不在？
日阳科技一直秉承着服务至上的理念，为全球客户提供真空领域最顶级的产品与服务。我们一直在思考，如何使用最高精的科技技术做真正有价值的事。我们一直在努力，克制最专业的解决方案系统，整合产能，提高效率。我们一直在超越自我与客户期望，持续创新与改良。我们愿与您成为最有价值的伙伴，共同打造最有文化的企业家族。